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摸出来选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嗯，这边是这个点我是真的不太会讲。我们原本是在龙井，然后我们往下开，可能是要往大渡的方向吧。对，里面的某一条小巷子进来，然后对面有一间 Seven， 这边我们看到这一排就有三间娃娃机，然后中间那一间没电，因为今天有跳电，就中间那个跳电之后它没有修复，哎，我懂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这一场稍微小巡一下吧。这边有龙井国小啦。对面是龙井国小，那这边就是还是龙井吧？对啊，对，还是龙井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一场稍微小打一下。然后这一台呢，我们刚刚有小试了一下，它甩幅非常的大，然后就不小心喷出了一个金针。然后这个金针我们大概甩顶多三五十块左右而已啦。嗯，那我们就来稍微再打一下这一台吧。那这台保价1080也不算高，然后它的甩幅超大，它的甩幅大概2.2拍吧。你看它的甩幅很大。那它动的就会脱钩了？会啊。我们刚刚那一盒其实它的盒况并不是说很好，对啊，它都直接脱了。哇，平台！哇，平台！这台不是要打平台的、啊，这一个应该要稍微动一下了。动！哎、欸，就是这个位置、嗯，有没有印象？就这个位置，然后那个位置就不要动了。只是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东西带过去。哦，来了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运气运气。刚刚出货的位置。对，刚刚出货就是这个点，一个不用太保都能拖。不行的，还是要保。OK 啦。对，就是要稍微一点点保就好了。因为它甩幅太大，它甩幅那一下的扭力很大，所以很容易脱掉。这个女帝一定要出来。好了，差一点。嗯，他只要出来，基本上可以这么那个就可以直接攻了。只是我们这一台还有一个青苔奖，嗯，但是这个要做到青苔，其实东西有点多啦。弹，啊，那就剩艾斯啦。对，那个艾斯为什么后面有一颗球啊？是啊。一颗那个透明球，就是怕人家不服，有一个扣点的。然后来了，差一点，来吧。他甩幅甩到后面超大呢，错，错。这台它的扭力是真的很大，而且这一台基本上几乎都是金针啊。然后我们刚刚第一盒也是金针，这个第二盒也金针，只是后面那一个我们就尽量先不要碰。那不就是这一盒了？对，逆，直接用逆的。它这台逆，它有办法最后做一个这个扭正门的动作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嘿，嘿扭，哎哎哎哎，哇！不是直接射过去啊？对啊，点，哇！所以我是真的很想要直接夹正门那一个，因为正门那一盒很好夹，那一盒很重。再射一次吗？可是这个高度会直接大内丢啊，但是也是只能这样弄它的啊。会会，来，艾斯。嗯，你哪交换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艾斯这个位置是好的。他只要来正门的话，应该基本上都可以让他秒杀。哎呦！哎！靠！他有没有下来嘞？拖一下。咻！哦，来了。还是你那一盒逆去后面？你说哪一盒？那个标准的。这个。太高了。嗯，偏高。好吧。但其实这一盒只要拉出来都很好打，只是我们要在，我们不能冲动，不能先打。我们再带一下位置好了。前面那一盒是不是有重量？你说这个艾斯啊？嗯。其实它就算轻也无所谓，因为它用那个热缩膜。更好打。更好打，那个只会越来越滑而已。拖。哦。那。防御。哎，刚才一下很薄嘞。拖。
不错吧？哎，我刚刚那两下我都觉得非常不错，它是一个角哎。哟，甩打。甩打这个速度，现在这个速度就真的偏尴尬了。你把它吃回去。对啊。哇塞，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呢？推打，它这种速度就是你去打一楼的，你可以捏在那个很就捏在吉士堡，然后能够直接拼一个扭力拖。但是它这个下爪的速度就是一上来的话很尴尬，你要推也不是，你要做两拍也不是。踢他一下，嘿，就用点的好了。哦，他是快下去啦！哇，这一盒尴尬。哦，哦，吐的气，还好还好，吐掉啊吐掉啊。然后我这个萨波吧，萨波。然后这个。女帝左右看能不能带出来，然后把煞波带出来，然后角落那个煞波也把它带出来。嘿嘿，弹快了，这个好了，这个高度最底的时候全包到，不知道能不能够射正门。嘿嘿，放原地，就不知道了，只是他现在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。哎呀，又回来，先煞波。因为我们真的要拼到青台的话，会东西会比较难带。如果我们想要差不多的话，就正门，这一盒是好打的。好，来，拿力点。对啊，沙波再来一点好了。中，一二放，哇！放原地。越贴越死。再一次，弹，看能不能弹到后面，然后它往前喷一点点就好了。来，喷后面。真的喷后面啊？不是，要这样啊。来，过下来的，喝的。哎呦，只是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一个能够一做一个借力的了。弹，中。哦，这个位置很漂亮，但是不够近啊。对啊。哦，来，这样可以。哦，来喽，来一个后旁。对，后旁也好，正旁也好，反正就是要吉士堡。错。哦哦。错。哦。我还有在滑哎。嗯，我在滑。最后再小试这个煞波左右。好吧。嘿嘿，好，就这样。因为他没有这样蹦哎蹦哎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玩。还是我左右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我们这一台哎蛮轻松打四盒，尤其是第一盒，第一盒那个没有画面，但是就只有打三五十块而已。然后整个四盒全部都是金正，四个金正宽盒。好，那我们再寻一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来打一下下一台，这一台科学面可以夹出来了。回去自己吃。科学面美拍价高价。嘿，哇哦，平台，哎，平台，微开了一咪咪爪具。嘿，应该有了吧？有啦有啦有啦。哎，吃到了，那算吃到吗？一点点呢，这台快饱了呢。哇哦，都一咪咪呢，他保夹250，已经180了。刚刚我们打之前里面的雷保100啦。哎，造球，要吗？
看你。我是觉得可以做一下，因为差七八十块可以考虑。因为科学面至少它的，正常好像也是四十块左右啦。很怕欧北虾呢。哎，有没有一次可以包两盒的？可以试试看。看它里面还有什么香辣口味，我科学面还没有吃过香辣口味，快饱嘞！最后一拉，保家，直接听天由命哦，直接插到底哦。好，好利瑞，两包，谢谢。结果开了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哇，没得嘞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两包。哇，一包。就一包，一过。哇，脆皮啊！哇，里面变那个脆脆面了。点啊啊！嘿，嘿，有了，二十块第二包，划算划算。哇，登梯啊！嘿，嘿，哇，哎。最后一逆，嘿嘿上，再一包，再一包，再逆，逆点一下，嘿，嘿，来了来了，不能吃到，只能点，点，哎呦，再点一下，点。那、啊、你要撑多久啦？看港湾的哦，甩打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点好了。哎、欸、嘿，拜拜拜拜。而且这个非常的新，它的有效期限到七月呢。七月很新哦，这个我印象这个科学面它有效期限没多久，好像半年而已，所以它是一月出厂的，它现在三月初。所以它才一个多月而已，还不错，蛮新的。那我们再去寻下其他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到了下一场，这一场就是在那一场的隔两间，嗯，左右这边。然后我们来这边呢，发现了一个，它是一个黄金树，象征财源滚滚。那这个夹一个回去家里放，就会变有钱。对，没错，就会中乐透。对，招财的，让你好运旺旺来。结果全部进去了，真的要招财。二手，哎、欸，代管了吗？嗯，对啊，好像不给我二手哎、欸。你看，对啊，我二手出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不、啊，我二手出。刚好捏到最薄处，很刚好啦。刚好捏到没有束带的位置，刚刚在这里。但是这一台真的是不能二收的，很意外的夹出来，因为它是不能二收的，所以我们刚刚是捏在这个最薄处，然后它起来地下自己脱钩。嗯，因为这台不能二收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拍极致宝了。但是还好我们运气很好，它刚好起来的时候直接脱钩，然后就夹出这一个财源滚滚的黄金树，象征招财，还不错，回家自己放着。它写摇钱树。哦，摇一摇就会发财。好，回家自己放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台吧。好，那我们来打一下下一台吧。嗯，这台挡板非常的低，甩幅蛮不错的，抓力，可是好像也是不能二收。对，我直接这边直接拍给你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哦、可以哦，要大力一点，要那么大力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我知道了，要动动动，要棒棒棒。拖出个一个两个应该不是问题啦。哦，他二手拍下去那一刻延了也蛮久的，你看有没有，他拍下去是啪啪啪啪啪。五、哦、很好，来啊，放啊，我前面要出货嘞。好，来出货时间，出出，漂亮，再一个逆，哎、欸，二手出，
出这个。对。没有，所以他那个二收是真的有一点延的有一点久。不管了，先不二收了，先去正门再说。他不正门。好，那没关系。但我们至少也出了一个防风充气打火机，打充气的打火机。那我们再寻下下一台吧。那我们最后呢，看能不能享受一下出货感，因为它放得非常的满。我这应该很轻吧？轻啊，一定很轻。脱。全包。逆斜甩，包蕊丢，哦，哇，全部进去，对啊，那呢？弹，嘿嘿，来了，脱，哎，蛮不错的呢。你们他在出货呢。来了，超级枪味，超级薄是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一个线都不给我，外丢外丢，外丢外丢。啊？是啥？啥造型啊？什么出法？还丢得很大力呢。哎呀。全包一二外，全包外丢。哇，那个细心夹，哇靠，那可以聊哎。原来他有那个啦，他后面那一排有挡。哇，都飞了。没了。而且重点是我们这一台是晒出来的，弹出来的，因为我们想说要把后面那个那一排都拉下来，就没想到它最后面那一排有挡，有上树袋挡掉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又夹了这个充电线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就来打这一台吧。这一台我就不相信出不了了，你自己看，捏一下出，二收，出不了哎、欸。那全包。一二，好啊，就这样卡、啊，左右，来，出了出了出了，哎，哎，他在玩你，他在那边勾住了，两个，两个，哎 ，Happy Ending， 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好像是毛巾哎、欸哦，是、哦，而且是不是鬼灭灭、嗯？有一个灭。好，那我们蛮不错的，最后又出了两个毛巾，那我们就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这次总共就夹这些东西吧。嗯，非常的不错。那个时候我们夹四个金正，但是有一个这个是没有出货画面，然后这三个就是全部都打到正门。那一台甩幅非常的大，嗯，因为甩幅很大，它上来的速度又不慢的话，它那个扭力很大，所以它在正门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。好像失误率不高，就只有这个艾斯有稍微丢回去，那、其他都很顺的就直接脱钩。还有我们后面还要打个科学面，这个可以留着自己吃。那、最后呢，我们就打个出货感。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摇钱树，你三不五十的时候就去摇它，摇钱树啊，就会有钱下来。对对对，你三不五十的去摇它，你每天的那个财运就会旺旺来，每天摇一下。财源滚滚，可能让你的事业越来越飞黄腾达，让你收入越来越高，赚越来越多的钱。好，摇钱树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，因为我们平常抽公仔的频率蛮高的，那我们偶尔要抽一下不一样的东西。嗯，这次抽奖呢就抽这个摇钱树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摇钱树的抽奖办法要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